台马屎布。快乐化身，出身后散发热情，无奈此刻没变黑。Heading down the roads I used to know, somewhere I fell. 已发动一段。住咗喺度廿幾年啦，咁係咯，一路都好中意自己屋企咯。咁其實我哋即係屋企咧，一家三代都喺馬屎埗呢度生活咯。咁到我而家就係第三代咯。咁成家人都住喺馬屎埗啦。咁我爸爸咧就係呢度嘅全職農夫咯。咁我自己本身以前搞開音樂會嘅，咁同埋我啲朋友啊、偉恩佢哋咧，其實都係玩音樂、創作音樂嘅。咁於是乎，大家覺得搞音樂會呢件事幾好，因為真係好自身出發，好啱我哋擅長嘅。咁而且我覺得用音樂會呢樣嘢，正正就係用音樂去賦予翻個生氣，對應翻地產點樣對我哋嘅村民同埋村景，同埋最緊要嘅咧係咩咧？就係叫你哋嚟到現場，你哋去自己感受、思考翻人同土地嘅關係，同埋家同土地嘅關係咯。我覺得唔單止係話保護咯，我想俾即係香港出邊，即係唔係住喺呢度嘅人睇到，原來香港是可以有這些地方，而且他們都會喜歡這裡，而且覺得這裡都會是值得留下去咯。即是原來新界不只有新市鎮，它原來是有一些鄉郊的環境是很值得保留，甚至即我們都希望我們下一代還看到的。所以即想透過音樂會令到多些人即試一下，即平時未來過的都有一個機會可以聚集在一起。我們很多謝這班青年人關注了我們這裡居住的環境，就說這個官商勾結啊，收那些土地啊，那些東西我們呢，我是這裡的居住的居民，是吧？有這樣的，有這麼多這樣的青年支持我們呢，我們老，即是老懷心慰。如果你在呢度咁近呢個高樓大廈，可以搞個音樂會係草地嘅，好少咯。係一個自然，係一個天然嘅草地，唔係話種草所殺蟲劑嘅草地。你坐喺度嘅呢個地方，可能幾年之後就會好似隔離咁起一啲高樓。即係我唔想同我第日嘅小朋友又好，跟住同佢講呢度曾經係一笪農地，即係我係想帶佢嚟坐喺呢度，好似你而家坐喺塊咁真實嘅土地裏面，同你身邊嘅朋友或者你中意嘅人可以享受一下一啲本應係屬於你哋嘅地方。好，大家睇完呢條片就證明我哋又嚟到我哋嘅文化所啦。我係 Sharon 啊，我哋今集咧會繼續講馬屎埗村。我哋上一集就講過有生活器皿嘅展覽啦。我哋今日咧就會繼續會同 Sandy 啦，同埋 Becky 咧會一齊去講一下社區啦、呢個城市啦，同埋土地啦、人民同土地耕種啦嘅關係咧，種種。冇錯。咁我哋今日咧一嚟就點解要播呢條片呢？我自己覺得呢條片做得幾好嘅，同埋咧真係咁多人咯，你見到裏面全部坐冚曬成個地噶嘛。咁基本上我又見到好多都係後生仔，咁呢個就引發到我想問一樣嘢啦，就係、是、似乎呢個 topic 嚇，即係叫啲人嚟支持一個村落嘅繼續營運又好，即係話去保護一啲我哋舊嘅嘢，去抗即係唔係叫抗拒發展，但係即係可唔可以另外一個發展嘅方向？呢一種嘢咧，越嚟越喺年青人嘅心目中咧係有份量嘅。嗯，究竟你哋點樣睇咧？即係人同土地呢一個問題，呢、這個 topic， 呢個新嘅 topic。我有時幾相信物極必反的原因點解個音樂會有咁多人嚟呢，就除了因為音樂之外，其實我覺得很大都是因為馬屎埗村替造了另一個題目，就是整個香港的土地究竟是誰有話事權，
啲邊個話俾你聽土地係咁樣用嘅咧？咁其實大家點解會咁中意嚟咧？講真啦嚇，嗰笪地咧係一啲都唔舒服嘅，坐落去，因為係我哋即係行都知道有粒粒突突啊，又揞住啊，又可能有蚊咬啊咁樣。但係大家反而係中意，因為其實我已經好耐冇掂過，原來地係咁樣粒粒突突嘅，有草嘅，有味道嘅，有其他嘅微生物或者昆蟲喺你側跟同你一齊坐喺度啊行緊嘅。咁因為我哋平時行緊嘅路唔係橋就地石屎。全部都是這樣的時候，你根本慣了太舒服了，有時候現在為什麼大家會喜歡，是因為其實大家都想找回一些最天然最 nature 的東西，而那樣東西原來你是很有話事權的，即是你有一個自由的空間去說我想怎樣去用、這個自由的空間怎樣用話事權，這件事其實原來是我們已經太久沒有了，我們現在想拿回，所以為什麼大家會來，其實是因為大家都想開收，我想拿回這件事。嗯，一期你覺得呢？我想回應一下你剛才講的發展，好啊，就是你說耕田或者即在農村生活是不是就是阻人發展呢？我們又不是這樣看、即其實村民在村裡面呢經營了土地或者即在那裡耕種了很多年，可能幾十年幾代人這樣，好像我在村裡面第三代非原居民這樣，我們都是即農耕啊，即係個個屋企都係農夫咁樣，咁睇到你係即係善用緊土地咯，即係你去種菜啦，去生產食物啦，即係就係、是、咁樣用噶嘛塊地，同埋所講嗰種發展係咪農村就係阻礙發展咧？又唔係喎，其實我哋咪一路發展緊條農村咯，即係你做農業，你都係可以，你咪發展農業咯，係啊，咁呢個都係發展，就唔係話。而家喺香港咧，即係大部分人點樣定義發展，就係拆咗曬啲嘢再起樓，就唔係咁樣咯，係咯。不斷炒嗰個價值啊，嗰啲錢啊，就係、是、炒到都唔知去咗發展。即係好似我香港人就好容易覺得，即係嚇種菜咁嘥。即係如果我哋做農業，就係好多時就會係咁。會唔會都講少少？即係譬如你哋嘅社區農場係點樣運作？即係頭先你話唔係嫁入農莊，即係中意地咁樣。其實即係你話種菜好嘥咁樣，其實點解我哋會咁諗咧？就係、是、我哋好多時候就用個錢啊去衡量嗰樣嘢係咪真係有嗰個價值喺度？其實咁仲有錢另外嘅一啲價值噶嘛？咁譬如好似我哋喺馬士堡，依家我哋有馬寶寶社區農場。咁點解我哋叫自己做社區農場？就係、是、其實我哋發現啲農耕咧都可以好貼近社區去做喎，或者我哋真係都好依賴大家有一個互動喺度嘅。即係譬如我哋種菜啦。咁即係全職農夫嚟嘅喎，咁佢哋都係靠生產有機菜去養活自己屋企啊。咁種出嚟嘅菜咧，都係提供翻緊社區裡面嘅食物啦，或者城市裡面嘅食物啦。咁我哋咧又會好依賴喺社區裡面咧去攞到一啲資源去做耕種嘅，譬如我哋攞廚餘去豆腐鋪攞豆渣，咁呢啲都係我哋一啲好需要嘅肥料咯。咁啊喺田嗰度用翻。咁即係呢啲廚餘啊、豆渣都係啲廢物嚟嘅，其實咁其實有農田嘅時候咧，就可以處理咗呢啲城市嘅廢物負擔咯。咁我哋見到即係農耕同埋農田啦、農村啊同埋城市就係咁樣去互動咯，即係解決緊一啲錢以外嘅問題，即係啲社區問題啊，或者我哋真係透過農場去建立翻人同人嘅關係啦。我哋成日做一啲導賞，都好想帶買菜嘅人，佢哋親身落塊田嗰度睇下，認識農夫啦，認識農田點樣去做生產啊，或者棵菜喺塊田嗰度係咩樣嘅，我哋都好想俾人睇到。喂，你咁講咧，佢真係令我諗起我近排即係你同我嘅一個朋友咧，都開始落去學下點樣種菜。咁佢就成日都講咗提住一句就話。種生條菜咧就易，種好條菜咧就好難嘅。你智慧，你要佢標出嚟好易嘅啫。但係你好唔好食同埋食唔食得係另外一件事。哇！我突然間覺得好深啊，即係呢件事係好深，同埋係真係要落手落腳踩過嗰笪地，施過肥。即係辛苦過你先知道佢呢句説話究竟講緊乜咯？即係我仲成日叫佢喂唔好理啦，殺咗佢先。即係呢啲説話嘅。咁我就成即係因為我手上面有呢個廣青青少年創意好長藝術教育計劃啦。咁就係Sandy 你哋都有講即係搞呢個好年華好土地。其實你哋都好積極搞一啲關於土地嘅嘢，即係可能對於青少年去 target 青少年嘅。其實嗰個背後係。
想怎樣呢？其實是想替造和推動青年人多些自省，即係喂，唔好淨係一味跟風咯。其實有啲嘢你可以創造，你可以自發性。其實愛土地呢個題目咧，我覺得根本就應該喺度嘅。即係而家中學有呢個通識科啦，係咪？咁其實我講叫愛土地咧，其實再闊啲，其實係講緊你點樣愛自己，愛你身邊嘅人，愛你再推開啲社會，再多啲世界，再多啲係地球咯。即係其實由自己嗰個嘅關心開始，咁跟住你就同身邊一啲嘢連結。咁但係當中其實係你要留意認識，跟住繼而問翻，喂，你有咩感覺啊？你有冇啲嘢想回應啊？咁樣咁，因為而家香港好多時候俾廣告啊，或者某一種嘅教育制度咧，係令到大家咧想冇獨立思考噶嘛。即係你喂你跟得㗎啦，你嗱最緊要你揾份賺到錢嘅工，買到樓買車，結婚生仔，好似一條咧單一嘅方。你做到先為之好人勁嘅咁樣，但其實唔係啊嘛，即係其實大家都開始發覺咁樣係狹窄咗大家嘅空間。咁所以我諗我哋做緊嘅嘢其實係想即係透過啲活動啦，俾大家個機會去認識，跟住諗翻喂，其實你想點樣過你嘅生活開心啲咧咁。阿 Becky， 我突然間喺度諗咧，你有冇啲朋友係本來對於你嘅背景或者本來對嗰個咩何為之耕地或者點樣係冇咩？興趣認識，即係知道你不斷咁樣搞嗰個馬斯普嘅時候咧，佢哋會想真係去了解而進入咗去你哋嘅世界度嘅咧。會㗎會㗎，即係其實我哋唔單止種田，咁有好多唔同活動㗎嘛。咁有時即係嚟到咧，你親身感受，你睇過咧，你真係會明白到即係點解我哋咁堅持喺度做農場，即使話唔知幾時俾人拆啦咁樣咁。他們真的看到，即是看到農村是什麼回事，究竟耕種是什麼回事，他們都會明白多了咯。咁有很多都會即係得閒又走入嚟幫下手啊，即係譬如我哋搞活動又嚟做下 helper 啊，咁樣都有咯。或者真係譬如我哋有啲耕種班咁樣啦，咁有啲同學上完堂都會繼續留翻喺度耕種咯，即係見到呢個係好好。我想問一下個年齡的問題，即可能你的朋友就好像你咁大個到啦，咁你搞活動嗰啲朋友係大概幾大到？個 project 就15至29歲嘅，咁基本上大而家比較會 active 參與嘅青年人其實都多係20幾歲嗰批咯。點解我咁着重呢個年齡問題？你驚超齡？係啊，而係我覺得咧。我很大的感覺就是好像很 join 這些這樣的活動的人呢，很支持我們有另外一種發展的價值 的這種概念的人，好像大多數都是一些年輕人，因為我知道大鑊嘛，我不知道發生什麼事，為什麼好像我們即可能30多歲打落的就一批，30多歲之上的就另外一批，他們是有不同很大的陣營不同的，即是脫節了，大家不知道，我不想標籤70後、80後咩，不過係即係我諗係真係真係唔係特別想標籤，不過係我諗係80後或者係再大個再細個啲嘅咧，係越嚟越睇到自己嗰種發展唔到啊。其實70都會嘅。好啦，係個問題就係我會覺得嗱，頭先我哋睇第一條片都見到好多都係後生仔啦，係咪先？即係可能有啲90嘅，有啲70都未頂嘅。但係我哋好少。如果你講話呢，我哋而家講緊嗰個人同土地嘅問題，如果同我爸爸嗰個 generation 講，佢哋會即係完全係會即係你有冇搞錯啊？你都未過個苦日子咁樣，即係佢哋會咁樣睇嘅。所以我就覺得點解好似真係好明顯有一條罅，好似你講物極必反咁咯。呢度咧，我想講少少我嘅觀察啦。我覺得整體其實根本世界性啊，或者歷史話俾大家聽，都係同所有嘅 revolution 革命咧，通常係青年人行出嚟先，因為佢哋冇乜 so called 包袱啊。其實我諗翻我哋阿爸阿媽可能佢經歷咗好多動盪啊、文革嗰啲，其實佢哋會覺得點為之好嘅生活就係安定。咁而家正正迎合咗政府嘅口味啦，政府或者中央最中意就係和諧，唔好有 so called 暴亂，佢所謂嘅暴亂。
咁但係其實我哋而家爭取緊嘅嘢，我漸漸留意，唔係淨係 so call 八十後啊、九十後，我覺得唔係。其實你睇翻美孚區啊、深水埗重建啊，或者之前幾年前嘅灣仔啊，其實好多已經係街坊啊，佢哋個年紀已經係四廿幾歲、五廿幾歲，佢哋都會走出嚟咯。即係只不過可能喺傳媒嘅層面，其實係最容易被人哋去大肆報導嘅係青年人嘅行動，因為佢哋好具象啊，即係嗰啲嘢好似好富畫面嘅豐富性啊咁去報導，但係即係唔好抹殺。其實我覺得而家根本都多咗一啲老人家或者街坊中年人士都走出嚟去做抗爭，即係保護翻自己社區嘅利益嘅，我都覺得有。我都想問一下，即係我見到好多都係公公婆婆、叔叔嬸嬸咁樣啦。其實佢哋即係點樣睇？佢會唔會覺得呢個係一個革命啊？定係即係純粹係一個活動，令到社區更加好啊？佢哋而家心裏面個心態係點樣嘅咧？其實喺即係村裏面。都有很多即譬如啲中年啊，或者公公婆婆他們都會關心啊，即係唔單止好似你哋咁講，即係青年人，即係好似頭先 Sandy 咁講，即係有啲其實咩年齡的人都會關心咯，即係好似喺馬屎埔嘅村民他們都會咯，即係譬如好似農夫咁樣咧，佢哋就即係最著緊添，因為他們生活啊工作都是很貼近土地的所有嘢都，咁如果你真係話冇咗塊土地咧，就即係。生活不到了，是很直接的這件事，是的。明白。在這個時候我又有帶一條片給大家看的，那這條片其實真的很，裡面那位叔叔是我爸爸是你爸爸我又覺得很，雖然他什麼都沒有說，只是一些很簡單的 background sound， 但是呢你很感覺到那種一下刀下去然後捧著個瓜那種滿足感的不如我們看一看好不好？Thank you.
但其實你真的很有型啊，係啊，嗰啲倚欄崗望住出邊嗰啲，同埋嗰啲 MV 嚟嘅，係呢個 MV 嚟嘅，我好中意呢條片㗎，即係我覺得好好係。那種聞到清新的草味就是那裡出來的，是啊，即剛剛我們剛才 off the mic 的時候講過，究竟原來一個農夫可能打風當然不行，落雨當然不行，濕濕啊，太好收成原來都是一個問題來的，那都不易的，其實這件事真的是的，即是八個月做農夫呢，其實要刻苦耐勞咯，係啊，即係我細個已經讀過啲體力勞動，係啊，就讀咯，到到越嚟越大個嘅時候，冇人再提農夫呢樣嘢㗎啦，即係冇人再講呢個 terms 出嚟，好似冇咗呢個職業嚟㗎啦。咁我覺得即係當然香港仲有嘅，但係大家真係要即係花啲氣力去揾下，或者多啲關注下，就會好啲咯。你仲有冇嘢要問？我想問香港而家咧，即係除咗你哋，即係會唔會係咪其實都農業？其實會係冇有一日我哋香港冇農業嘅咧？即係我有時會咁樣諗，悲觀啲。哇！真係咁悲觀嘅。但係我而家見到咧，係越嚟越多人話想耕田咯。係啊，即係譬如你見到馬屎埔有啦，咁翠園新村嗰邊有啦，生活館啊，即係好多唔同呢啲地方咧，開始越嚟越多農夫，或者係一啲後生啲嘅農夫咯，即係睇到，好似有啲希望咁樣喎農業。但係咧最大嘅問題都係乜嘢呢？就係土地咯。即係譬如你見到啊，馬屎埔村又話要收地啦，咁農夫去邊度耕田呢？好啦，即使你叫佢搬去第二度啦，你搬去新界第二塊田啦，咁樣可能過多兩年咧，嗰塊地又話要收咯。咁所以咧農夫係冇一啲好穩定嘅農地去做耕種咯。但係咧做農業嘅時候咧就要好。即係好 long term 咁樣去睇到嗰個成果，即係可能五年啊十年你先睇到。但係如果你係真係咁樣兩三年之後你又話要收地咧，咁根本就唔可以即係種到好菜出嚟咯。係啊，即係個社會根本就唔願意去咁樣去付出去睇 long term 嘅發展。係咯，我希望 Sandy 你哋搞嗰啲咧，即係搞多啲，長年咁樣三六十日不斷咁搞，搞緊㗎啦，即係嗰啲叫咩催眠啲青少年，點解佢哋有翻個職業係農夫呢個職業俾佢哋揀，咁就唔好淨係淨係做 banking 啊，做 banker 啊，或者做護士啊，唔係 ，sorry， 護士都要做嘅啫，即係唔好做其他即係太過商業嘅嘢，諗下其實仲有好多發展嘅空間嘅。你咪有活動要介紹咯？係啊，嗱，我哋講咗兩個禮拜土地啦，咁其實咧有一個，我覺得台灣呢個地方咧，佢哋搞呢個土地搞得幾好嘅，即係我哋基本上都可以見到佢哋有好多好容，即係接納到佢哋做農夫啊嘅心態，或者係佢哋有好多本土鄉郊地方，鄉郊地方同埋，起碼政府去 support 佢哋先嘛。即係我唔知啦，所以咧，我哋其實唔關事嘅，即係講下台灣月啫。咁上個禮拜已經有開始咗呢個台灣月㗎啦，就係有一個叫做海洋音樂仔，今日係咪？唔係上個禮拜，上個禮拜，梗係十一月係啦。咁即係話咧，已經開始咗嘅台灣月咧，其實大家喺唔同嘅渠道、唔同嘅宣傳嘅媒體咧都見過㗎啦。咁咧，我希望。我哋可以請到佢哋上嚟訪問啦，我都想揾到佢哋嘅，係難揾啲，難揾啲，因為都係太忙啦，可能啦，咁我哋希望睇下大家想知道邊一個節目，咁你喺我哋 Facebook 嗰度留言，或者你哋嘅簽名啦，我哋會。遞交俾你，餵你上嚟我哋嘅報道啦。好啊，好啊。咁啊，台灣有好多精彩嘅嘢㗎，大家要留意。咁我哋會 send 翻個 email list 喺呢度。呢度或者呢度嘅，咁你哋最緊要留意啦。仲有我哋呢個兩個禮拜以嚟講嘅馬屎埔村生活器皿展仲未完㗎，咁你即係而家天氣又唔係咁熱啦，係啊，可以去睇下啦，係咪？舒服啊，而家係啊，非常舒服。仲有嗰啲山邊青草味，我好中意嘅。係啊，星期日可以帶狗仔啊，帶小朋友去行。可以帶狗仔㗎咩？可以。哦，好。咁我哋帶狗仔啊、貓仔嗰啲去。好，見大家啦喎。好。就係咁啦，多謝曬你兩位，好 ，thank you， 拜拜，拜拜。